油锅里一块块猪肉条被炸得金黄酥脆，还有超大块的黄金薯饼也是饕客炸物必选。老板娘大把大把的夹起薯条，分量给得很足。台南湾里这间30年老字号的无名小摊，炸猪排竟然只要10块钱，鸡块20元有4块，薯饼20元有3块，古早味红茶居然才5块钱，还有香酥脆肉也超必点，一天就只卖4小时。 便宜又好吃又新鲜，还很干净。店家招牌就是这个脆肉，裹上面衣后再炸到金黄酥脆，脆肉里完全没有骨头，一口一口吃根本停不下来。 哦，再买起脆肉干薯条，啊，这样能8的店啊，很棒。小锅短袜让许多人慕名而来，所有炸物都是铜板价，买了一大袋也只要200元，让你吃饱饱还百元有找，满载而归。记者赖冠璋、罗彩瑶，台南报道。 旺旺水真的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，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，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。当然，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。